刚发的工资就在抖音上买了这个暖菜板，饭菜摆上去就算吃几个小时也不会凉，可以加热保温，还能当做旋转圆桌来使用，多功能智能触摸屏太方便了，颜值美观，冬天还能烘干衣服，让家人告别寒冷，就算做水果干也很方便。